广西师范大学位于山好水好风景好的桂林市，桂林山水甲天下，燕山园林好读书。广西师范大学一共有三个校区，分别为育才、王城、燕山。燕山呢，也是面积最大、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校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以云直播这样的形式来带大家一起云游燕山校区。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田径场看一看吧。走啊。好，那现在我右边的这个位置就是一期宿舍，这也是学生上课和生活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。那么虽然燕山园它位置可能比较偏僻，不在市区，不过呢生活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多，有奶茶店、咖啡厅，还有健身房，可以满足同学们不同的需求。今天是星期三，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是不上课的。那么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？那今天是我们的一个运动会，这些同学们都在田径场。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国教院的老师在田径场呢？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国教老师没有在田径场。好的，留个悬念，留个悬念啊！你去看他们走方队，会配拍到你手机耶，人家可能是拍。我们的燕山校区是特别的大，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公共交通工具，比如说像共享单车，还有我们的小巴车，包括像校车也是可以从燕山到育才到王城，这样都特别的方便。然后这些时候你们可以拍一些校道啊，或者什么，就周围的这种，差不多就这样，这样转一转。对对对，就是转一转。拿一些手快去，转一些手就。你可以这里说，今天的天气呢怎么怎么样？然后你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些，然后你的语速要稍微慢一些，因为你面向是留学生，对对对。然后整个的就稍微慢一些，其他没问题。大概就这样呗。就是我的语速再稍微的慢一点。啊，对。然后你给他介绍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哎呀。这里的什么什么，要是你贝哥，我试试拿两个手机看怎么样？啊，可以说一下空气，啊，空气，你说这里的空气比较的怎么样？一个人山里嘛，然后你可以说今天冷不冷啊？然后你说哎，同学们，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啊？你就开始跟他们聊这些。到时候你要骑车的嘛，对，这是所谓的。对，骑完车以后，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停下来一个段嘛，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讲，哎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我们这里下的一周的雨，天终于晴了。你那边天气怎么样？要有互动啊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而且越来越大雨了。点吗？油菜吗？可以的，我觉得状态很好。挺好的。可以我关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怎么关不了？